我们都知道，火炬树桩和牛棒击球手都可以加强筋骨的豌豆。首先是火炬树桩，火炬树桩绿卡，阳光消耗175点，它可以把穿过它的豌豆变成火球，造成两倍伤害。然后是。 The fucking Eagle Double G. Snoop Dogg.